我非常讨厌，但是演艺圈不得不要有这样的配备。假。我红的方式或是红的道路就是跟一般不一样，有的是一首歌就红了，然后我是要靠讲话，要犀利的这种犀利的言论，因为我的形象给大家会有那种错误，以为我是武则天，事实上错了。你们相信我是被助理大小声过吗？你相信吗？我不觉得没有人会相信，没有。因为你的封号是灭绝师，对，就是我灭绝别人吗？灭绝别人灭我？你在跟他的互动当中，你会有那种小脸低的那种？不是这一套，不是这一套。他很讨厌看到假，因为我不会假。他喜欢我的不做作，但是演艺圈不得不要有这样的配备。有什么配备？假。会不会看不下去？是看不下去啊，但是我能怎么样呢？我也曾经看过，当一个人假得很好的时候，他所得到的回馈是这一点教会了我。要假一点，比较会假跟不会假，这就看道行。就有人假得比较好，我们他一年赚好几亿；假得比较差一点，哇，他只能赚几百万。可能你应该有赚的不少，跟经纪人合作无间的。我在那边听这样，小姐，就不好看你。不会啊，很可爱啊，蛮可爱。你干嘛可爱的？是，对吧？